我就是以前上班的所在。他要做什么？薯条，还有个薯条，薯条，还有一个电池，解离，解离，解离个电池，解离个电池，电池解离，电池解离，解离成功之后，我若无其事的，我若无其事的就让他走了，我就让他走了。哇，怎么一造的呀？发现一件不太对劲的事情，处女没有一低头，我没有低头。那一低头到底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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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到底是什么？
看到黑暗的天，没有看到，我看到黑暗，那我看到亮，我看到黑暗，我同时看到亮，我同时看到黑暗，前面是黑的，哦，前面不是黑的，前面是亮的，是又暗又亮的，黑暗的迷宫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迷宫里头是黑暗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迷宫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迷宫的颜色，看到一片都是暗的，又同时是亮的，那我只看到影子，前方有东西挡着我，色鬼挡着我，在我的前方，所有的影子的所有的色和鬼在我的影子的前方，前方挡着我，我只看到影子，我只看到色鬼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但知道是鬼与颜色，在黑暗的迷宫当中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前方同时是亮的，前方同时是暗的，我只看到影子和色鬼在前面像个东西挡着我，在我的前方所有的影子同时是暗的，同时是亮的，同时是黑的，同时是白的，同时是彩虹的颜色，同时是七种不同的不知道怎么样命名的色的鬼的颜色。我鞋子掉进泥巴，泥巴软而硬的泥巴，泥巴软而硬的泥巴掉进我的脚步。我跟着七彩的彩虹颜色的脚步，我知道上面是有温度的，人间的色彩是有温度的，七个颜色是有七种不同的，甚至七次潍坊层次的七个七米空间以上的深层的温度，它会让我的鞋子掉进泥巴，变成是软。并是硬的，然后软的、硬的盐巴同时掉进我七种颜色温暖的脚步。人间是有温度的，脚步是有色彩的，它是七种颜色、七种潍坊层次的不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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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层次的温度的时间。有颜色的声音，我知道。有颜色的声音，我知道。在这个七彩的桥上，我听到有颜色的声音，我知道。我听到了，我知道。我相信的，我知道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。我听到，我相信。我丢了七种颜色，我同时又找到另外一种七种颜色，是有颜色的声音，是有声音的，声音是有颜色的。它同时在桥上告诉我，我知道，我听到，我同时丢了，但同时在那一时间刹那之间，我又找到，我相信，我找到，我听到，我知道，我相信，我看到，我知道，我听到，我看到七个颜色，同时七个颜色丢，同时七个颜色找到我了，我又找到他了，我又掉了，我又找到了，我相信，我听到，我相信，在这个桥上，我的确看到有颜色的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知道你是七种颜色掉进我的身体里面的最细层、最深刻的层次里，我知道，我听到，我同时找到你，同时又掉了，同时又找到我，同时我又相信听到这有颜色的声音，始终围绕。盲人带着他的家人一起散步在黑暗的迷宫当中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有亲密走在一起好像就是你的情人，你母亲真是美，你们走在一起像是情人在散步，
人一样，你又是非常勇敢，带着你父母亲往前走。你知道你父母亲根本就消失在这个林中当中，在这个世界纷乱的万象里面，如果你不勇敢，你们就走不出去。所以呢，我要向你们学习，你要知道在这里美丽的陷阱是很惨的，你掉进泥泞里是走不出去的，很美同时是个陷阱，同时是个迷宫，的确是很美，但是也有很大的漫游的空间，是一个永远出不去的游子。原来我只是要朗读，原来我只是要朗读，我原来只是要朗读，我先前在台南邀请一些盲人关于黑暗的事实的一些有趣的对话，但是在散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是这么样子美的一些有关于爱的故事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最能够叙事所有有关爱的故事，而不只是什么限制于同志，限制于色与鬼之间的鬼之间的，反正是所有我能够用一个
很深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小的很小的很小的许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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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令人惊叹令人惊叹令人惊叹的故事。Thank you.